三文鱼其实它是很健康的鱼来的，我们的鸡是在挪威进来的，每一天都新鲜的。我们米粉比较粗一点的，特别叫米粉肠，冰做的，手工米粉来的，外面是没有得卖的。我们的汤水是100%用鱼骨来熬的，没有猪骨的，没有毒的。原来这里的鱼肚面就是用这个味道的，就放生来的。后来我们加个味道进去，好像酸辣啊、苦瓜啊、咖喱啊，有的选择这样了。我们的酸辣呢，不同那个同样的，这个酸辣是我自己放的，它没有油的。哎，我们的咖喱呢，我们没有这样辣、这样甜的，比较适合大众化的。苦瓜的通常就是有了年纪人比较喜欢吃啊，因为苦瓜是凉的嘛，比较轻一点。用这个三文鱼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没有顾客接受的，他们讲有一种腥味。后来做久了久了，他们就慢慢接受了。我是 Adam Chong， 马来西亚以前是没人用这个三文鱼来做鱼肉米粉的，就我是第一个做了。